古装剧中提到走水是发生什么事？走水 pass 筛题。而少法规定几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够单独在家？5岁，下一题。一般女性的衬衫扣子在哪一侧呢？一般女性衬衫的左侧。正确。英文 wax apple 指的是哪一种水果？莲雾。正确。台北圆山大饭店的分店在哪一个县市？台北圆山大饭店。pass， 下一题。泰国使用的货币名称叫做什么呢？铢，泰铢。正确。一般马拉松比赛半马要在多久时间之内完成？3小时。正确。日本男星木村拓哉原本隶属于哪一个团体？正确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谁提出的理念？孟子。正确。婴儿有黄疸的症状是因为哪个脏器尚未发育完全？台湾乐坛中被称为帽子歌后的是谁？凤慧飞。正确。1001夜是哪一个地区的民间故事集？爱国。正确。出国点牛排时 medium well 代表几分熟？7分。正确。国军精神达数雄壮威武，下一个是什么呢？雄壮威武严肃。正确。台湾规模最大的歌仔戏剧团是哪一个剧团？明华园。正确。法国凯旋门是为了歌颂谁的战机而建立的？拿破仑。正确。文学家莎士比亚是哪一国人？英国人。正确。一般讲的足月生产是指怀胎几周以上？怀胎十月。pass。 下一题。暹罗是哪一个国家的旧名？暹罗，韩国。下一题。成语珠圆玉润是用来赞美什么事？身材好。下一题。奈米是用来计算什么的单位？好，换了，快！奈米。哎，祭光饼是台湾哪个地区的代表美食？祭光饼。台中。下一题，时间到。京剧。哇！祭光香香鸡，祭光饼。祭光饼应该是马祖吧？马祖。哦。其实祭光将军他打仗的时候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他就弄了一个饼，这样。短时间让那个士兵们充饥呀，充饥干粮。奈米是长度的单位，就是一奈米等于是一米的10亿分之1。因为一米就是1公尺嘛，那奈米就是1公尺的10亿分之1。是，对。古装剧里面常听到走水啊，走水，失火。卡第一题，失火就失火嘛。因为水火相克，所以走水让水走起来，让火就扑灭了火势。而少法规定几岁以下的小朋友不能单独在家呢？是6岁。六岁以下不能单独在家，不然那意思最高可以罚到？可以罚到15000。15000，对对。好，台北圆山大饭店其实它是有分店的，分店在高雄。对，它1957年的时候在爱河河畔，后来1971年，就是民国60年的时候呢，就移到了澄清湖，就现在的地方。刚刚连那个精神达数他都知道，知道那么厉害。当过兵了，军教片啊，跟武器。我要有动作，我才想得到。对啊，他刚还一边打胸。有啊，刚阿拉伯他也是前面唱了一段，因为他压力太大了。啊，他规模最大的歌仔戏团啊。这明华，这个会得罪到别人？没有最大啊。可我去哪里都看到各个不同的字团在演。对了，但是那个已经分那个子团了，没有最大，没有最大。害怕。然后像我们一般在点牛排的时候，有没有有一个什么 medium well， 就是7分熟。7分熟。对，那可以跟教大家一个，就是你如果在家里做牛排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，你看我们手是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捏食指的时候，你捏这一块，它的硬度大概就是。3分熟的硬度，然后这边就是5，然后这边是7，然后这小拇指就是全熟，3、5、7，然后全熟，这边就变得很硬了。
就肉的硬度。啊，如果你再分不出来的话，手放在锅子上，那就熟，那纯熟，对，那就全熟了，就 well done， well done， 全熟，全熟，对对对对。刚刚一般足月，他刚刚怀胎十月有没有？对，十月，他问的是几周？几周啦？三十七啦，三七哦，三六对，三七。因为你如果三十七以前，不是说20周到37周，就是人家讲的早产儿，但基本上你已经满了37周，就是足月。像有一些你如果要剖腹的话，37周之后，因为剖腹日子是自己选的嘛，对对对，37周之后就可以安排，是，对。然后刚刚小林比较紧张，因为暹罗就是我听成新罗哦，暹罗啦，暹罗就是韩国，韩国，但暹罗就是泰国。珠圆玉润呢，就是在讲这个歌，不是讲胖啊，不是身材，对，太紧张了，就是在讲他歌声啊，或者是文字，字迹很漂亮，他的边边角角修得很好，珠圆玉润嘛。那也有人来讲这个歌声，因为像这个《老残游记》，他听到那个音乐声音很美妙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超超切切错杂。哦，那个就是珠圆玉润，这样声音的美妙，对，太棒了，知识，好，来来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小林是一开始有一两题卡到了。可能有影响到，他只是因为他是，我跟你讲，他是被我们两个的策略影响到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你厉害，你厉害，一直吧，没有让他紧张，我们也在讲，以后我来就跟我说你超烂，你烂爆，然后我就全部平常心啦，平常心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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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真的啊，那当两位在旁边，是不是很怕他用到强制换人？对对对对，其实哈，我们怎么比都比不过政大的，比不过，我今天强棒真是小林，上次太紧张了，对对对啊，下次你们一定要试试看，那个我们在旁边。先帮你加油起来！那这边刚刚看也看了那么久的风凉话，还好不是很厉害，很厉害哈！对，好险，好险不是我，真的好险。有吧？那个泰国相关的，我就回答很快。对，每个人生活经验不一样。对对，丽杰是觉得还好，因为他们王不见王，王不见王。真的，我下次你要站上去。你答题还在在意耶？他直接背对，你知道？直接不看，没有啦，没有。还是要谢谢关注。也谢谢两队呢热情的参与，来欢迎你们的收看，我们百变智多星一起动。